50万，第二期50万，关于我们两个的50万第二期，我说有就有。好了，就开始吧。第一个，金钱是怎么分配的？是各自管各自的吗？还是一起花？目前来说是我们俩的收入都放在我这儿，然后我管理花销。但之前不是这样的，之前是放在他那儿的，之前是他管的。然后花的太多了就不让我管。也不是花太多了，我是一个特别特别不爱管钱的一个人，真的，因为特别是到月底或者交房租前就没有钱了，我就会特别特别焦虑。然后之前我就放在人家那儿，我就跟他说，我说咱们俩没有钱了，你不要告诉我，就假装我不知道。然后结果呢？就他那一分钱都没有了。我说这不行，后来就换成我管钱。我比较有危机意识，就是一个这个钱一定要花到一定额度。不是，你知道是什么？我就不会再花了。你说主要是你自己知道有多少钱，你自己会控制花销。然后我拿着的时候，你不让我告诉你有多少钱，你说买点这个吧，行；买点那个，我说行。对，买着买着就没有了。你不控制啊，刘老师，那你管钱干嘛？你不控制啊？啊，真的，就我真的觉得，要是有个靠谱的管钱的，真的太省心了。我其实特别不爱管钱。那我不靠谱吗？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自己理解。又贫起来，来第二个，你觉得上交友软件交友可靠吗？看人。对，这不是软件的问题。对，软件都没有错，弄出来这个软件的目的就是为了交友，但是这个友可不可靠就是看人了。看人吧，看人，看人，就软件没有错。大部分人还是会上交友软件的吧，对吧？我是这么觉得的，我也这么觉得。然后下面是下一次较远的旅行准备去哪里？去年时候不是发过一个微博，我说立个 flag， 明天一定去西藏。现在我已经把那个微博删掉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删掉我呢？有一次我们坐车去哪里来着，坐的时间挺长的，然后发到我就不行了，然后坐车太累，晕车了，不是不行了。然后他就自己想，那西藏一个景点那么远，那我得。怎么办呀、还不是呢，他待会不全面，因为我之前我得了解过西藏，西藏就比较特殊，它地形比较复杂，然后它和景点一个景点的距离一个景点之间车程都比较远，就几百公里，甚至就得坐上一天的车，就必须要坐车。你想那一坐车坐那么长时间，我肯定受不了啊。Yuki， 你在那蹲着吧啊，你别动我。他这样子。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你就本来就光坐车也就算了，你刚去西藏可能还有高原反应，我肯定更受不了。然后前几天我们两个去遛弯儿，去买锅。就走了三个超市，回来我们俩都气喘吁吁的。你气喘吁吁，你也气喘吁吁的好吗？你一进电梯就蹲电梯里了，你还没气喘吁吁的？那我是在休息。对呀、就是累了，你就接着气喘吁吁的。我想我这个体力也不行，我的身体也不行，然后暂时就没有准备，就算了，我就 flag 删掉，就假装没有这个flag。然后要较近的旅行，我们是打算，如果等这个疫情。如果能够得到就是好转的话，我们俩打算再去一次潮汕，因为上次去潮汕太赶了，好多就是好吃的我们俩都没吃到，好多好玩的地方都没玩了。来下一个，好，下一个问题，班班什么时候跟刘天达一起回内河口？原本我五一是有考虑我回家的，我一看五一的机票，我回家200多，对，200多300多，我都来厦门这么多年了，从来也没买过这么回家的。但是现在不是处于疫情期间嘛，然后来回不是很安全，然后还有可能每个地方的政策不一样。对，我们那儿的政策是回家之后，就是外省的回去之后要隔离14天，然后现在回吉林的话管制还挺多的。对，就是五一回不去了，可能今年11吧，也不好说这个，看什么时候有时间嘛。下一个，有没有打算直播玩游戏或录玩游戏的视频？主要是打的也不好，主要不是打的不好，主要是打的也不好吧，但也不是特别特别特别菜，要么你就特别特别菜，要么你就打的好，就打的就挺一般的。对啊，主要你玩游戏嘛，你还要解说，对不对？没有，就我们打起来游戏可能就比较专注，就玩游戏那么专注的话玩不好呢，你就再分出精神来解说，那估计就够呛了。我们一直都想那个直播打游戏来的，但是我们俩没有摄像头，一直没有买，一直说买，一直买，我都挑好放购物车里了，就一直没买。对啊，一直总逛，主要是买的也不实用，我们也不能为了一次直播就买摄像头，挺贵的。对啊，再说吧，再缓这个计划。好，下一个，我还很想知道刘明达除了遛弯、做饭、喝咖啡、喝茶，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吗？哎，不，喝茶现在这个爱好已经从刘明达的爱好里剔除去了，把茶盘都搬走。不是，咱们家没地方摆，有地方摆你也搬走了呀。原本有地方摆的时候，你就给搬走了呀。他把那个茶盘都举到柜子上了。现在喝茶已经剔除了，从他的爱好里剔除了。有什么爱好吗？没有。就没什么爱好。听小说。这是个无聊的人。锻炼身体。锻炼身体算爱好？算爱好，但是你那是爱好吗？你的锻炼身体是爱好吗？是啊。你看我现在一个星期只要练4天。我跟你说，我们俩楼下绝对没住人。你们俩每天晚上半夜10点11点多就在客厅跳跑步，楼下基本太少。我家肯定没出人。没有，就从疫情期间开始嘛，然后就不怎么出去了。然后说的好像疫情之前你出去就为了锻炼身体。行，下一个吧。班赵博到底做不做家务？班班在视频里总是很忙，我都快信了。做呀，家务都是我做的。怎么的？哎呀，我们两个那天他录那个做家务的视频，然后我就说了，他还跟我生气。
我说你平时都不干活，你自己你现在啊录起来视频了就干活，显得这活都是你干的。哎，那你是不是没有这个？才不是呢！我干活是分时间，我最喜欢什么时间干活？我最喜欢睡觉之前干活，但是他不让我干，是不是？就是你白天那么大把的时间不收拾，你一到晚上哦要睡觉了，咔咔咔收拾一个多小时，那不耽误睡觉时间？那我就喜欢睡觉之前干活啊，那你就不让我干，那我能怎么办？那我就是喜欢，我特别特别喜欢睡觉之前干活，因为我就想着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看到家里是干干净净的。然后具体的来说的话，就是现在家里的家务我做五分之四，他做五分之一。你没有，我做一半一半吧，跳点力，就是让我觉得一半一半。好的，下一个有没有想过在厦门常住买套房子？没有想过。厦门的房价太贵了，主要是我觉得厦门也不是一座特别适合我们两个的城市。对，因为主要从气候上来说嘛，它在这里夏天热的时候吃下去饭，就之前有讲过嘛，就是身体上适应可能还没有就适应多好，然后估计以后也适应不过来了。因为我身体本来也不是特别好，身体素质就不是特别好，然后最起码气候也不是很适应，然后哎，就各个方方面来说吧，然后再加上厦门的房价确实是就是高的离谱，就是没有打算在厦门买房。对呀、啊，你看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3000块钱。租着还可以，但是要买的话，300万到400万之间嘛，然后就还挺贵的。其实，如果我有300万的话，我在其他地方买个什么样的房子不好？还有个问题，你们两个谁更高了？都不高了，还是属于看上去可能不好接触。因为感觉大家好像就喜欢外国多一点。就是啊，不是感觉，就是感觉我可能更高冷，然后不好接触，有人格魅力。那实际上就是你说吧，我不好夸自己。就是刘明达，你要跟他不认识的话，没跟他说过话，感觉他是个高冷的人，其实他不是，他是一个挺热心肠、挺自来熟的一个。就是我是一个还算是就比较算是内向，也不是内向，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他是属于外热内冷的。对，我是外冷内热的。对，我是一个不太喜欢热闹的一个人。其实跟身边的好朋友在一块的时候，我可能就是更放得开。对，还挺放得开的。有外人的时候，我就谁比谁尴尬。碰到火龙果还好吗？好。就是这个系列的油品，我刚才在准备问题的时候就把它拿过来了。还好的，就是它长盘了。好了，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家阳台的花基本就已经清走了。就是为什么不养？因为大部分养的植物它都是有毒的。对，就猫咪来说，它微微的。人类来说，好多都是有毒的嘛，像最常见的绿萝啊，都是有毒性的，它们吃了会吐，而且 UK 啊、地蒙啊都特别特别喜欢吃花。就每次一开阳台门，第一个冲进去的就是 UK， 就立马之前那个叫什么来着？小椰子，然后咬的就全都地蒙也咬。然后后来我们俩干脆就怕它们误食。对，就那些小的植物都扔掉都清走了，就现在就剩一个它，还有一个吉叶榕，还有多肉。其实这个它需要就是长高了之后需要拿个架子撑着它，不过当时我没把它扔了，后来想想，哎呀，它也没死，扔了也太可惜了。对你孩子，就放着放着吧，你说它长不上好，也长不上，也算不上差吧，就还好。它的以后就让它听天命吧。它反正它一双下雨的时候淋到点雨，就钻着那一瞬，它就能勉强的活下去。下一个相处最享受的点，享受的点就是有点不要脸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相处起来的模式，就是感觉还挺成熟的，就是我们两个都不矫情，就是没那么多事儿，就小事儿上不会计较太多。我们两个都不是会特都不会斤斤都不是斤斤计较的人。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随着你阅历见识的丰富，我觉得。因为什么很多人上学的时候谈恋爱就总吵架，真的就是太闲。真的，对，就是太闲，因为你除了上课，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儿，对吧？特别上等你工作了之后，你有工作的压力，对吧？工作压力就是很大一部分，然后你可能再往后，然后你还会有什么家庭的责任呢？除了工作以外，你还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就这两个时间就完全就是占的就够多了，然后你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说去想那些有的没的，然后就会事少一点。就是说白了就是不斤斤计较嘛。下一个，为什么你们能把日子过得那么好？就上次我们去上领事部的那一期视频就说过，就没有哪个人能把生活过得就十全十美，不存在的，真的。就是每个人生活里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难心事啊、烦心事，这些就都有不如意的地方。对啊，一开始可能我们展示给大家的就。对呀、啊，我们肯定是跟大家，是我们俩肯定是要把我们俩好的地方展现给大家。毕竟谁在网上冲浪也不是为了高薪的，对对吧？大家都是想开心的，我们两个也想把我们两个最好的一面，生活最美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也想给大家一些正能量，对吧？也想给大家看到一些生活的美好。然后下一个问题，以后达叔会陪着班班看德云社的演出吗？就你不一定会吧，因为首先第一个票挺难买的，第二个其实我这不算追星，我都挺理智的。我也没说想要去听哪个我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之类的，我觉得线上的反倒听得更清。对吧？我可以看的更清，现场跟还是不一样的吧。我对这个没有太大的追求。如果能买到票，有机会的话，对呀、啊，可以去感受一下，但是没有特别强烈的这个欲望，就是了。然后这个关门做饭真的那么难吃？不难吃啊？啊？不难吃吗？什么不难吃？就还行吧，说不上好吃也说不上难吃吧。也就是炒个肉就能把肉炒糊了。哎，你就没有炒糊过的时候？没有啊？你就没有炒糊过的时候？偶尔的失手就能说明我这个做菜技术不行？就10次吧，9次，就还行吧，其实也就。
就没有没什么。就没什么技术可言，反正就是把食材放在锅里，按照步骤。要是觉得经验有命，炒个过头了，或者有的时候炒不熟了。对，就完全凭感觉。大部分时间都是炒的过头了，完全凭感觉，就还好吧。真的，我现在对就每次炒菜放多少盐，我都把握不清楚。每回之后，反正就是听天命吧，我也不做了，反正以后就这样吧。有可能会尝试一下做甜品，我就做饭我就不做了。好，下一个问题。刘明达大班班四岁。沟通会有代沟吗？没有代沟。对，我比我同龄的可能要稍微成熟一点，然后我比我同龄的稍微幼稚一点，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可能吧，这是我自己分析的原因，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大部分都比我大到跟刘明达差不多大，像马仙姑，你看她都结婚生孩子了吗？她比我大三岁，还有阿珍，对，还有阿珍就是阿珍跟刘明达同岁，就我身边那些朋友普遍都比我偏大，就相处久了吧，就可能就还是会学到一些东西。真的，我怎么说，我实习还挺早的，我大三的时候就出来实习了，大四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实习两年了，工作的就是时间也算得长，所以可能会比同龄人稍稍成熟一点。然后刘明达为什么会比同龄人稍微幼稚一点呢？为什么？你要自己跟我说。因为我姐宠我。对，因为刘明达有个亲姐姐嘛，她姐姐其实才大了三岁，但是她姐姐一定比同龄人成熟。我以一个外人的角度来看，她姐姐肯定在她面前没有把她自己就当成姐姐。是当时刘明达的长辈去照顾他，就他的姐姐真的就挺宠他的，我就感觉好像是差了十几岁的那种宠，就好像是马仙姑对他弟弟，他们俩差了18岁的那种宠。对我姐对我挺好的，特别好，特别特别好。然后山东人嘛，我也没说什么呀。然后你看，就是家里全家人对他都挺宠的。但是没有交过嘛，就是我爸最爱做的事就是讲道理。那我爸喝完酒之后，就特别爱聊天，拉着我聊天。政治教育，不光是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然后就搬到我去我家的时候，然后我爸喝酒没事就我们两个在那就聊各种各样，就做思想政治工作。就家里人挺宠我的，但是不是交办我。然后下面一个问题是，生活磨合上谁妥协的比较多？我先说我们两个的，我们两个达成一致的观点啊。这个就是生活谁妥协的比较多？我们觉得是两个人在一起，就是生活在一块儿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适应，是磨合，只是一个区间。我觉得就真的有句话说的，我总是这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就是从小养成的性格习惯是非常非常能改变的，当然不是说不能改，是非常非常能改变的，对吧？主要是对方的包容和你自己慢慢的去，对，更多的就是理解。我感觉就是说，而且就是你本来你们两个就不能差太多。就本来你的性格就差不了太多，一些小来无趣的或者是没什么不涉及到特别大的问题，然后这才需要去磨合去理解嘛。更多的还是理解吧，当然也要试着去改变一些像一些影响到对方的或者你自身都觉得不对的一些问题，这是一定要改的。所以就不涉及到就是谁妥协谁了，就要找到这个问题。对，我觉得我也听说小毛病，他怎么小毛病，就两个人就说出来然后能改，然后改不了的就面面就去包容。好，下一个问题，比刚开始拍视频的时候，现在有哪些变化？就你像一开始的时候会害羞嘛，对吧？在公共场合，当刚开始是拿手机拍，把手机拿出来觉得很奇怪，会周围会有异样的眼光。但现在你就不会了，现在拍视频不会，不光拍自己不会害羞，还会征求别人同意，因为场合方便可以拍摄嘛。就是你拍人家小朋友很可爱，就问一下可以拍，拍人家炸油条，拍人家做饭。然后还有就是一开始刚开始拍的时候，就是像刚才说的，就是分享生活嘛，不是分享记录生活，现在是分享生活，没有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一开始的话可能是。就是哎呀一些小来无趣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就是可能会拍一些，但是现在我们两个还是想就是把视频做得更好吧，就是更有可看性嘛。对，制作上因为毕竟做了嘛，我们两个就都想做得更好。对啊，就是不论从制作上啊，从拍摄上啊，还有选题啊，选题上啊，就是像最近我们拍这个美食系列嘛，就人间烟火，然后也有找朋友，对不起，四方时事，对不起，请聊他的朋友念一遍四方时事，叫了好几个摄影师，就是摄影师朋友来帮我们提升一下，就是拍摄的手法，然后有请教，然后就是我们来说，我们就拿这个新相机，还不是说特别熟练，可能一些基本上是能拍的，但是还有好多细节的操作呀、设置啊，就还是掌握不了，还是需要。而且拍美食，我们两个拍的不一样，一些镜头啊、运镜啊，这都是需要学的。对，特别是美食，然后对镜对拍摄要求会更高。然后我们最近两期都是找了不同的导演、摄影师来指导我们两个对拍摄，然后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像我们视频也都一直坚持有字幕，因为我觉得反正有字幕就更给大家的观看体验也更好嘛。对吧，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要求，然后就希望做得更好。虽然英文也是基本的，大部分是基本的。然后我觉得剪辑水平，然后也是一直在进步，就还是想多做一些提升。嗯，好，下面一个问题，透露一下疫情期间的体重波动。现在多少斤？130，多少？137。你怎么这么沉了？我前段时间130呢，就有两天没锻炼，然后就降下去，我就没什么波动了，都是120。他瘦了10斤。
差不多瘦了，在原本是一百三十多，不是疫情期间了，是在过年，就是过年之前还有130，嗯，过年现在100-125左右吧。就最近我们俩已经跟大家领导跟五一的时候去看中医了，因为是我吃的实在是太少，胃口特别特别的。我说他是不锻炼，不锻炼的话就会吃很多，因为我锻炼的时候就很多肉。这个真的是家族遗传基因占了真的非常非常大的一部分，像我爸爸、姑姑、叔叔、奶奶，是吧？他都没说胖都没有，一个胖子都没有。我真的我要说一下，我真的特别特别渴望胖一点，可能胖个10斤、胖个20斤我都不觉得。就主要是什么？他现在瘦到他就这样录视频，粉丝问他是不是拍瘦脸？不是，是不是打阴影了？就瘦到颧骨都凸出来了，就满脸肉馅，其实不好看。真的，我就是我跟林丹认识之后。就从来没说过要减肥，从来都是要增肥，从来没说过要减肥。真的，就是有时候太瘦了，真的是一种困扰。特别是男生，真的，男生太瘦了不好看，男生太瘦了真的不好看，对，又瘦又高，跟个竹竿一样的不好看，真的穿衣服也不好看。也有选项，也是个人选择，也是吧。好，下面是最后一个问题，没有共同的爱好怎么办？这个我觉得，如果是就是夫妻刚认识的时候，有共同爱好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嗯，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影响不是很大。对呀、啊，特别是就是如果两个人每天都生活在一起的话，就是没有共同爱好还会好一点。就是我就仅代表我个人意见，就像我们两个偶尔会一起打游戏嘛，嗯，就没有不吵架的时候，就没有不吵架。大猪肉丝带我做大菜，对吧？就像你要如果一个真的有一个爱好的话，就两个人都爱好，就难免就是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就你像什么打球也好啊，嗯，就算是看个电影，可能对这个电影的感觉都会有不一样。特别像好多人可能结婚了之后，或者是同居在一块之后，两个人本来就是每天在一起的时间就比较长，嗯。然后我觉得就有一点空间挺好的，就是你有不同的爱好，有自己属于自己各自的空间嘛。对，就是有就是偶尔会有一些距离，嗯，就比如说他拼高达的时候，我也不会去打扰他，然后我自己会干点我自己，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但我也有自己要干的事儿嘛。对啊，就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不会强迫你做你不想做的事儿，嗯，对吧？就像我去看电影，那我自己去看就挺好，我也没有说非得说你俩陪我去看就怎么怎么样的，这都没是什么问题。对，就是还是要有一定的空间嘛，对吧？你要都给各自留一点空间。所以没有共同的爱好，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影响。对呀、啊，有当然很好，没有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好了，以上都代表我自己的观点。好，完事了，50分问完了，快吧，拜拜，拜拜。不想拍了，我这新的话太丑了，完了吧？好看，好看，嗯，不用剪，太难看了。好看，你就是剪短了不习惯。不好看，丑死了！哎呀。